大家好，我叫于俊辉，我是培训中学与华人中学的华人中的教练。大家好。 不好意思，因为台上有点小，所以我站不上去啊，所以我就站在这边，大家看到我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看到你们 ，OK。然后就是今晚我会将会为大家做一个导聆的工作，不是导游，就是相当于导游，但是我会引导聆听的工作。我会大家介绍一些曲子，这曲子讲什么的呀，然后跟他们一些练习的情况啊，等等等等的小周边的事情啊，所以。 今天我们第一首曲子要带来叫《金蛇狂舞》，我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都有印象，只要有过年的人都知道这首歌。OK， 过年经常会听到这首歌，大家会发现到那个编曲人是叫聂耳，你们认识聂耳吗？不认识。你知道聂耳他有写过一首非常出名的曲子，你知道是什么曲子吗？就是中国的国歌，中国国歌就是聂耳写的。然后但是这首《金蛇狂舞》呢，它原本就是一个昆明云南的一个地方的音乐。 它是一个民歌，然后它是根据那首民歌，然后改编成《金蛇狂舞》的。然后过后我们现在演奏的这个版本呢，是徐锦欣再改编过的，就会更热闹，更气氛更热烈。因为一开始聂耳改编的时候可能只有4个乐器吧，然后就是所以现在我们才来变成一个大合奏的形式。OK， 这样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指挥林佳宇同学。